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十方神地些，大家高早，今日呢是冬至，时间啊过得真紧，啊，去年的冬至甲今年的冬至，目一年就到位啊，啊，真紧就过。有诶咧，冬至前咧，哈、啊，咱人生的一切的业力啊圆满。阿丹就往生对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啊有诶咧，咱咧像我业力也未煞咧，都爱阁继续阁磨，爱疏远定密，所以人世间咧，啊无论是行长行短，任何代志拢是爱圆满，咱唔通讲无圆满就走。佛啊，甲咱开示讲，咱伫世间爱圆满一切。咱来世间是为了成就而来。咱人生之中呢，哈、啊，咱拢是伫庄严佛的自性，庄严咱的自性，会当心安，安咱的心，心会安，哈、啊，咱的心会当清净，会当光明，会当幸福。然后呢？那么这圆满，咱的人生的一切，咱的人生一切圆满了以后呢，咱自然咱就用等啊，离开世间这个壳断了断掉了，那么等天国，啊是要等咱西方极乐世界，啊是要等于各各的天界啊，看家己去决定。若是一个人一生啊，平平凡凡的过时啊，咱死了后一定会回归自己的天界，等于咱免惊。好、哦，咱若希望要过来，咱就过过来；咱若无圆满呢，咱就过来圆满。那么咱现在大家，咱事业也未圆满，家内也未圆满，种种拢也未圆满，咱的智慧也未圆满呢。那么大家呢，努力过修行，大家过来学易经。啊，大家学易经诶，咱修行路上诶，咱会当见性。大家学易经啦，咱天下会当太平。红鱼诶，鱼诶，伫说咧，鱼食圆满啊，鱼食圆满。咱诶说鱼诶时是安尼设定即个冬至咧，节气有关系。但是即个节气咧，都是冬天以后咧，咱那照讲，冬天以后，咱伫外面诶工课较未当出去做。咱伫厝咧，咱就好好啊来检讨、反省、忏悔。咱伫日日说红姨啊，欢说欢说欢想欢想咧，我是毋是今日有倒位有错去？啊，还是倒位做无着？我是今年一年中间咧，是毋是倒位做无着？啊，是一年中间咧，我是到底倒位有共失业无？啊，是有骗着人诶无？工课做无好诶无？啊，是有着了搞生气无？着了三二件共错共骂无？啊，是讲咱去诽谤人无？无中生有无？啊，是讲我感觉我家己足够诶，家己拢家别人拢真无智慧，吼、哦，所以我上够有安想无？啊，是讲啊，我一年中间咧吼，我是毋是买物件有共亏欠着无？咱开始好自己来圆满，爱来想看想看想想想，咱会记起来，因为离过年剩无偌久啊。啊，这个自己开始想想想想咧，想着还想着还看想咧，咱呐、啊。甲过年这中间呢，咱就好过年呀、啊，说安逸，说安逸，渐渐好过年。哦，所以大家哦，当这高啊，是安逸哦，这安逸呢，叫啥？当然啦，咱若咧艰苦时代，好不容易等到过这个冬至，会当食冬至圆，但是无了解这个说安逸的真理啊。
红姨家太极，红姨家都圆满啦。咱是毋是圆满无？毋知圆满无？那圆满者哦，咱就会欢欢喜喜，咱就渐渐的好过年啊。咱就无圆满的，今日认真去做，认真打拼，要完成，今日赶予人过年前会圆满予人。哈啊！咱就过年无化解，咱要将旧仇转到明年，安尼就唔对去啊！啊！就我在学兴道的时啊，有一天都当时呢，迄暝呢，我都伫困的时啊，哦，感觉奇怪，我感觉足济代志拢做无了呢，遐做一半无了，遐就直直收几暝啦，干了一暝，哦，起来精神非常的疲劳啊！要闭目睭，要闭几么事啊？啊！拄我看到厝的人，哈，拄啊，伫说红姨啊，红姨去桌顶伫说，向我讲啊，阿弥陀佛啦，谢谢，我的好太太，哈、哦，恁是菩萨来化身说红姨来教我度嘛？我当时是安尼想，嘴安尼念。哦，太太，你是什么菩萨的化身？你来说红姨来搞到我昨暗一暝，眠梦一暝，噩梦一暝啊！今日你想真济工课无圆满，所以你起来我发了，我都啊，谢谢，感谢你，我清楚啊。所以各位啊，咱万行代志，咱爱看，爱了解，一物因果，以物引物。咱家是红姨，咱食红姨，我只红姨吞落，心有安无？吞只红姨，我今心有安无？一日来，我所拄着的代志，第一件我有圆满无？有了，我吞落啊。第二件来，我烧了第二粒就吞了。咱若吞了，食个饱饱饱嘞，表示讲咱问心无愧啊，问心无愧。所以大家啊，爱了解，已经。即是安尼，一只一粒红圆啊，就是一，就是一。即下，咱的心，咱的念头，咱这每一项代志的圆满，为一，为一，为一。啊，这一本来一点，就是圆，一点嘞，达至无变的，无。干嘛下咧喷笑，达至无多，一点就是圆，圆满。所以对这点开始嘞，就是一。一只，咱的本性，咱的佛性，咱的灵性，佛祖啊，摸了一粒摩尼珠啊，起码得甲咱提醒，咱爱圆满任何一件代志，这是真真正正的修行。若是若无圆满任何一件代志啊，这都唔是修行啊。各位受方神地性。世间的万象万物啊，拢在甲咱启示，在甲咱教化。一枝草，一点露，在甲咱教化。哈，啊是一张树啊，伊有一个影，嘛是在甲咱教化。如影随形，如影随形啊。咱人嘛有影，是安怎有影呢？要有。把的太阳光，将来无甲人计较的太阳，伫遮尼圆啊，遮尼圆伫甲咱照，咱圆满无？咱每一项代志圆满无？暗时拄着月娘的时啊，当时圆的时，咱就爱好好反省，好忏悔。咱若看到月娘啊，有一刻的时啊，向风打起来啊，我看到一刻。月娘啊，一徛的时啊，咱嘛爱忏悔，爱反省。我当下是不是今日我有什么代志做无圆满？咱爱去反省，这拢是咱的老师啊。啊，所以啊，咱冬至咧，一年中间好不容易拄到一个冬至，食冬至圆过一回，是安那呢？咱若会当讲啊，我会当领悟，会当开悟，会当反省忏悔，悟了万生万物啊，逐项拢是圆满的事啊！啊，我都加一回的智慧啊，增长一回啊！
不是讲我食365天，我阁属鱼啊，我都加一回啊，无啊，加一回是虚度一回，虚度一岁。真真正正的一回是一个圆满一个周期啊，是咪有圆满一个周期嘛？像这个太极安尼就对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圆满一个周期啊。天地二进，坤进坎顺，吼、哦，这个都一个周期，大无其外啊。那么小小内底，咱嘛是有一个，嘛是有一个圆满无？咱这嘛圆满，大圆满，小圆满无？啊、哦，所以咱呐一年中间呢，咱呐戆戆心情坐伫过去，糊里糊涂伫过去，恶事做尽，想尽办法要共抢钱，要拍人，要杀人，要劫人，要告人，种种这个代志啊，咱即几年白行呢。因为咱来世间毋是为了小过而来，咱的世间毋是为了小。小相杀而来，咱来世间为了不是讲啊，我无名无利嘞，我想尽办法嘞，要来甲人骗、甲人拐，也是不择手段，这拢是唔对的想法。咱人来世间上大的目标，要来圆满自己的心，圆满每一个念头，圆满我任何一件代志有圆满无？还是我表达出来有圆满无？我常常甲地主，吼、哦，16年来啊，我地主遮尼济个地主啊，我时常提醒，爱注意第一，莫熬生气。你若生气，你永远无立场；你若熬生气咧，你这个修行你白修诶，爱注意。吼、哦，你若了了代志，你若熬生气时啊，哦，你虽然是讲我感觉足有理诶，天人间无讲常有理。相无利，个人因缘无相相而已。所以啊，咱若万人代志爱有理智，爱有智慧，你才有立场啊。安尼就是会圆满啊。过来，咱唔通了了想贪，吼、哦，同事还是师兄弟之间呐、啊，咱要招回啊。咱就爱清清气气，咱互相要招回啊嘞，你就爱逃离来，逃离敌。吼、哦，逃离去，一直直来直去，正是才会使去互相烧烧火啊！你若无迄个心嘞，你都唔通去对火，也是烧火啊！好，那么师兄弟中间嘞，咱学道，咱啊用心虔诚的学道，认真的学道，为了利益众生啊，咱来学道，咱唔通哦，我今日学八卦嘞，我就会用出去。去甲人卜卦，我一届会用赚偌济钱，还是我通有一个地理咧，牵一个梦想，吼、哦，看一个现在社会中啊，真济人咧，哇，我会用排多少位，排一个多少位就几万，啊，排一个门就几万、三几万，错去啊！我甲地主你莫安尼，即错过去啊！咱是爱运用圣贤留落来即妙法咧，吼、哦，咱来圆满人甲人圆满，咱莫起到一时的贪念啊！你若贪念，你就做因果还因果，因为这不是你搞，这不是你搞，你先开计数。圣贤所留落来物件，咱就甲提来哦，我都一家人规定安一个多少位来偌济，啥都偌济，几万几万万，我咧错去啊！这地主咱绝对袂使安尼。好，我本宗门的地主，咱爱欢喜感谢，有机会互咱个服务。啊！感谢咱的圣贤传这妙法给我，我会当个来个这个过去生生生世世有结善缘的人，我爱来圆满，来继续这个缘分。我这就是我的圆满。好、哦，咱唔通哇，照着这个圣贤啊，留一寡咱学两项嘞，感觉我真牛啊！好、哦，世界我想这办法，这骗财骗色啊，你爱还恶因恶果落地噶。这不是本宗门的地主，所以咱人伫世间呐，伫结缘呐，大项代志，我送你一个笔伫结缘，我甲你送你一个笔，就是要表达你的心声，表达我的心声，以后将咱的心声写出来，互大众去会当了解，哈，将咱的智慧写出来，互大众去了解，普化众生是这个用意啊。
好，各位十方神弟兄，咱人伫世间，逐项代志拢爱圆满。好，圆满呢，爱圆融，圆融不是圆滑。咱来圆融，融是互相相包容，圆滑就是我要骗你，想尽办法要甲你怪你，不要认为自己想熬。不要想尽办法要把朋友拖来踏做我脚踏，安尼出去啊，出去啊！也是你拖的人啦，都顶世人你的老爸老母，顶世人你的兄弟姊妹、你某仔、你的翁婿，哦，还是你有因的人，我们不能这样。那有这个想法啦，今年改过，咱今年才会圆满。因为也是冬至，若是有错误的人啊，咱紧来甲疏掉去，疏远地面啊，疏远地面，甲变吼疏远起来，好远的时啊，咱会圆满，祝生祝人圆满。各位十方神弟兄，啊，今日咧到这个2000年呐、啊。下拄啊，剩十天，十是圆满，今冬至嘛是圆满。但是咧，咱剩这十天中间，咱好好把握。十天是咱人生上宝贵的十天。过去的啊，几年食到八十岁、九十岁拢不管。但是今个2000年呢，千禧年这中间呢，咱爱好好啊珍惜。十天呢，咱爱好好啊反省，咱爱忏悔，爱去实践去做。因为反省是咱伫世间上大个功德尔。你若有偌济钱啊，去布施，是一个福德因缘。啊，真真正正，甲你所得嘞，载去、提去、得会到诶，有效诶。吼、啊，真真正正，甲你所得着啥物件嘞？也要反省，也要忏悔，也要实践这三项一步。所以希望各位咧，剩十天来咧，咱好好领悟，好好来反省、忏悔。那么要来忏悔呢？哈、啊，我这里在咱是不是有讲经的时，啊，讲过一个八正道，依照八正道的方法咧，八正道修行的要诀啊，虚空不二的修行真义啊。好、啊，那么咱大家咧，那是会晓好啊把握这个十天的时啊，咱这世纪，好、哦、都袂白活，袂白过。为什么呢？我今讲到这严重呢？王禅老祖、慧觉禅师、甲诸佛菩萨呢？哈、啊，希望我甲这个最后这十天呢，大家好好啊，爱来圆满、圆融，安那反省，咱就用的用时间就济，用恁恁济就济，咱卖这十天呢啊，卖死过去，看人啊保护伞嘛无效，啊，咱去饮酒去搬垃圾啊，拢对咱无什么有益。咱迄咱带袂去，你即使有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银琉璃珠宝，你嘛带袂去。只有带去啥？反省、忏悔，会心安、光明、幸福，咱才带去啊。咱有时间早时、中昼时、坐车的时，啊是任何有时间的时，暗时嘛好，咱就好好啊，冷冷静静的。家己坐咧，凊彩坐咧，你慢慢对少年一件代志，代志看想、看想、看想，直直想，想想也唔对啊！是咧，阿弥陀佛，好朋友，是咧，当时我甲你骗啊，是咧啊，我咧借钱无还，我找机会来还，是咧。吼、哦，阿想啊，你想嘛，歹势当时啊，我大声细声啦，甲你侮辱着，无尊重你啊，歹势，是咧，我唔对，我未阁还着。阿想啊，我咧就贪，我贪心。一件一件看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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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想想啊，咱一生一世，一直到现在今日，咱尽量去想，想了唔对，甲祖先啊回失嘞，甲佛祖回失嘞，甲神回失嘞，我唔对，我会改过，我唔对，我会改过，好好去想，我相信这十天是你一世人人生上宝贵的十天。
然后呢，咱将2000年呢，1999就锁定哦，以前呢，暗时12点以前呢，咱的所谓一切罪过，咱今日来个洗清，今日来洗清，洗掉去，这咱上幸福的，上大财产，是咱对2000年早无上一步，转对2000到300嘛好，这中间嘿，咱要食1000回。500回随在咱家，咱业障已经行掉去啊，业障已经卸掉去啊。新的2000重新开花，重新出发。所以啊，咱先从西地2000元旦正月初一年开始的，好，从12月31日的晚上5、4、3、2、1，蹦2000开始开庙门。哈，开庙门，哈，那么而且呢，咱先就是举办一个2000如来花卉展，咱有10万丛的花，咱就先就是布置真正水，像一个净土，迎接新的一年。咱将旧的过去所有一切业障反省忏悔都卸掉以后呢，欢迎大家来先就是，咱来拜老祖。好，拜老祖，这样慈悲恭敬给咱听，哈，讲法给咱听，拜阿弥陀、观世菩萨、诸菩萨多难，哈，那么咱呢，欢欢喜喜啦，咱来什么事，咱可以绕佛啦、拜佛啦，啊，咱就化那真水的花啊，而且呢，哈，咱搁送各位呢，等于弄一盆花，等于处家庭美化，哈，净美化家庭，拢是一个一个净。好，这是咱一个人新的开始。希望咱2000到300嘛好，咱呢过一个幸福光明的人生。那么，迄阵咱天下太平，咱无希望看对2000开始，佫有人开始制造各种手段来抹黑他人、伤害他人、诽谤他人呐、啊，咱嘛无希望安尼佫会发生。所以，希望各位是奉神的心。2000开始，咱是各种的欢喜，千禧一年一件大欢喜。哦，那么到3000呢，一年一件大欢喜，咱人生就足简单了呢。咱的光明的成就，家庭幸福，啊，阿婆中间，人甲人中间互相会当相好，社会太平，这拢是一个千禧啊，而且是咱大家希望的。而且呢，再三的强调，大家今日是冬至圆满，希望大家圆满。啊，再三的强调，希望各位呢爱好啊欢庆忏悔，咱希望各位共同迎接新的千禧年。时间的关联，加这段落祝福各位。